等我一下。还好打完了，对啊，等于没穿装打赢哦，这么夸张？有两颗这个，哦，他在半空中哎，在半空中呢，太危险了吧？你回复运作了没啊？哎，有人说你今天有工作哎，我一直都有工作啊。你。有，我下来了。哎、欸，你来我住住下，哎，哪个过去的？来我住住下，你才住下。坐这个，帮我坐梯子，帮我坐梯子，我丢木等一头下，下去了，等一下，丢木头下去了啦。等一下，不要吵！你把我身上放一堆垃圾，铁门丢掉。Motherfucker gentleman，我丢木头下去了，帮我坐梯子。这样。你连木材都没有，现在是它最原始的状态就丢下来了。啊，对啊，哦，我就是叫你帮我做啊。我身上就有原木木材，那就怎么好了？啦。那你还丢下来占我空间？真是哦，你又有什么宝贵的意见哈？真的是哦，你又有什么宝贵的意见哈？真的是哦，要几个？现在啦。有几个啊？来来，好像各有点位高来了。来，下注，会不会一传送过去，马上就到那个中介层？不假，对吧？那种东西算了，无所谓。21个够了吧？我觉得过去就会是中介船诶、欸，城。哎、欸，你船也可以啦。他们都说不会诶、欸，怎么会有你们这种恶劣观众？你在做烂路了。啊，那我烂路，我觉得弄很好哎、欸。我就掉下那去原木还喽，我，原木还我。在下面。What the heck？ 不是，因为没位置放啊。哎、欸！重踢，不要乱按按按。哪里？原木在哪里？那里。哪里？你这他的脚上，你在脚上。这里？你应该捡走了。没有啊。哎、欸，不对，在我。我啊！谁先去？你现在是我先。随便。好生气哦！暴怒等等，我先。哎，那个烂手一定又是，他逃到远方去了。我逃向远方。哎、欸，不要动。怎样？哦，没事，踩在地上。有吗？我知道，再往前，然后往右转。真的吗？啊，不做记号、怎样？我好怕，我这个人难挂好了。不被是，安德害死几次？你又是，对吧？是他减伤，还不错，给我好害感觉。怕，怎么这么害怕？在前面，我看到了，真的假的？感觉了。我的感应啊！你看左边又一个传送门了，那个记号本白做了。哪里？这里又一个传送门了。哦，那你要先叠上去吗？我查你，我先叠好了。不急啊，我们不见得会用那个门啊。哎，真的找到了，哪？是吧？在哪里？哦，中介城哎、欸！有船吗？等一下，好等一像下，没有哎、欸。不对，那我先叠这个门哦。中介龙精液塔啊，这种东西盖得出来？哎、欸，嘿 ，no，I say no，I say no，我要飞被，过去喽，要冲过去喽，我被袭击了，我帮你盖住住，要死翘了，要死翘了，要死翘你了，先撑住，要死翘了，要死翘了，撑住啊！有了，撑住了，撑住了，你那个挡不住啦，啊，这样嘞。再厚一层，这厚几百层啊！好，这样，啊，他人呢？他在你后面哦，小心哦！哎、欸，你打到他了！我没有打他，我按右键了。哎、欸，那他怎么会受伤？哦，戳到水了。戳到水。啊，他人呢？找啊！不见了。等下再找一下，外面他在叫，他在叫。嗯，在哪里啊？在柱子后面。妈的！生气，
对啊，我应该可以，就是那种，好了，那个叫什么将功赎罪之类的、喔。将功赎罪，将功，将功什么？将功，将功。我这个路跌一半啊，等一下啦。冷。你再讲一次。冷。将功。叫你。对吗？那成也没什么，有啊，成有什么啊？叫你叫。怎样？叫我怎样？叫你带南瓜，不要。哼、欸。哼、啊！现在还要我救你？欸、完了，铺成烂路了，抱歉。我刚刚没救你就要死了，一命抵掉。屁股嘞！哇！你看大家，哇！你看，我刚刚冒的。不是，你为什么？哎、欸，你这个逻辑真的有病病啊！哎、欸，他们都可以免我、欸，哎，好棒啊！他们都是好人。哎、欸，可是这个怎么过去啊？很远呢、欸。他们比你好多了。啊，这怎么过去？很远呢、欸。我可不敢丢。这电话就直接掉到下面去，我跟你讲。我也不要丢啊。那你那你啊，你要这样绕过去哦。也没比较近啊，还从另外一边绕哎。另外一边有没有比较好？另外一边没有啊，你还是要铺啊，你要铺啊。不是我在看有没有比较近的安全路什么的。安全路，这里好像比较近哦。对对对，这里比较近。真的吗？看你啊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那我做个路标，你等一下，你站在那边不要动，你站。啊！你站那么香，站那边不要动，站那边不要动。这么扯！你又要管，奇怪。好累哦。好，我要扑过去哦，请林冰以最强大火力掩护我。你没事，不会有人来打你啦。我在想，你把工头来架出来好了。等一下，我要走橡皮筋。我做搬砖，我做搬砖。好了，要睡了，赶快睡，晚安。我要走。橡皮筋，我飘向远方，快点啦！你拿什么？你在说什么？不是你不是哦哦，我自己做，我自己做，叫你做的东西压给哦。跟你说我在忙。你屁啊！你只哦嗯，你干嘛嘞？你有看过这么瞎的、欸？不在啊。闭嘴啊！问你话了吗？我刚爱问，然后现在又爱写。我哪有问你啊？你看讲什么？我看什么？哎、欸，又是我在作死，为什么？随便你。你来啊，随便我，你来。我不要。对啊，那个中介珍珠掉虚空。我们都知道啊，你们就会知道，我们就会把那个珍珠丢到那个墙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讲到珍珠丢到墙，我最好预备一下。我知道，因为掉下去的时候有三次机会可以丢上来，三次，两次了吧？还有刚刚打应该、欸、没有没有没有，我有六颗，我有六颗，我有六次机会可以丢上来、欸，太多了，我有六次机会可以丢上来，很恐怖啊！哦，我也没，妈妈，不要，哎，很恐怖哎、欸，为什么一天到晚都是我在作死啊？快到了，快到了，偶尔换你做一次可以吗？不行。哎、欸，哦，你倒了，不自觉。喂，喂，我先。哎、欸，有还是有船，好棒啊！啊，有，哎、欸，我看到了，有，哎、欸，真的有船哎、欸。喂，应该不会没有船吧？有啦。真的吗？可是我们都好像都看过船哎、欸。那你要先去，你要先去船吗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那就城堡里面慢慢探喽。哎、欸，为什么？你真的是很作死哎、欸！哎、欸，我要死了，我要死了 ！What the fuck？ 叫你戴帽子哈。我们今天实况到这边结束喽，下次再见，大家拜拜。谢谢你的观赏，还看得开心吗？喜欢的话记得给我一个 GP 哦，也欢迎按赞我的粉丝团，锁定我更多动态。我们下一部影片见喽，拜拜。